窝的长相属于御姐风的类型，平时的眼神也超级飒，所以给人感觉总是十分高冷。其实真实生活中的她也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女人，正是因为性格和外表的强烈反差，才让人更加对王鸥感到好奇。这一次他开始走起了帅气风，选择了黑色西装搭配金属色衬衫，简直太 A 了，顺便还偷偷的将裤脚塞进了靴子里，霸气侧漏。挑选西装的时候最常见的便是黑色西装，黑色显瘦效果很好，而且自带成熟和稳重的气息，金属色的衬衫叠穿在里面能够衬托出亮点，整个造型就不会觉得太过于乏味。而且王鸥还巧妙地搭配了腰带，黑色的腰带能够收缩腰线，上面的金属元素也很有亮点，刚好可以和里面的金属色衬衫完美的呼应起来。在这一身搭配之中也借鉴了内外呼应的搭配小技巧，非常个性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